雅马哈 PSR E373 节拍器功能的使用。我们可以通过按面板上的节拍器按键来打开节拍器。再按一次来关闭。我们可以通过节拍器功能来练习我们的乐曲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如何调整节拍器的拍号。长按节拍器按钮即可进入到节拍器的拍号设定。我们可以通过加减号来选择不同的节拍，比如说我们现在选择到三拍子，我们来听一下。我们也可以更改节拍器的速度，按速度击拍按钮调出速度画面，我们就可以调节节拍器的速度了。我们可以通过直接输入速度值来直接调节速度，比如说78拍每分钟，我们就输入078。我们也可以通过按加减号的方式来调节速度，